国民党因为一直要拉着韩流，你看我上次就举例啊，我就像说韩国瑜啊，就像一个歌星红了，那爸爸妈妈就抢着出来当他经纪人哦，哥哥弟弟要来当他司机，当他保镖啊，姐姐妹妹就要当他合一。现在就是啊，国民党啊，大佬、中佬、小佬这些爸爸妈妈要当他经纪人，叫他说：“哎呦，你这么成功了，哎，你姐姐妹妹你不用拉他一把吗？”哦，所以他必须去云林，必须去彰化。哦，救他的姐姐妹妹哦啊，他必须去桃园，蔡英文必须到台北哦啊，哥哥弟弟他也必须帮一下，转台湾遭套，你们帮他，苏贞昌他也跑去桃园啊，陈菊蔡英文本身没选呐，也合社团啊，陈菊本身没选呐，陈菊早就要交棒。他来承先启后有什么不对？啊！你林佳龙，你台中选到七甲八千，不是走来家人合体啊？佮兼会讲做官，啊！人也是，啊！家己排风机，啊！佮出来咧讲话，你也好朋友，啊！不是同款，你们这叫做热情啊！啊！我不是同款去外关系算，对无？韩国如果心肠是完全无共的，你叫半皮就长咧大，别人的叫半皮就讲人长啊咧烂。无啦，我嘛无讲你等下烂，我是讲过去就烂，要安怎甲修好？欸、这个吼，你过度去扭曲或者抹灭了谢长廷、陈菊他们当时的贡献，这基本上就违背在地人的认知跟感情，这很不好。如果你的逻辑成立了，陈菊卖的厂为什么那么多自动自发在地高层出来？你可以感受这种愤怒。你的对阮歌咏无了解，你是台南的。好来，我今嘛我，所以你就是来。你讲你高雄，我就我来。选举令人疯狂嘛。看高雄，我讲嘛听啊。谢公你无所不在了。高雄，你也是基隆，你也是高雄，你也是台中。高雄真简单啊，水建设是对五吨二进程，啊，搁几个杨金泉，几个苦水的，几个市长伫啊，恁拢唔敢讲。哦，我敢那假中庭，敢那单局，我讲我听啦吼。高雄是一个外来的城市的养老啦。无高雄在地人无足济啦，上早是澎湖人去上济啦，来台南嘛，澎湖东洋会、台南东洋会、彰化东洋会、嘉义东洋会，各县市的人落去，除了北漂的来到台北县生活以外的，来台北市探家，大大伫台北县较俗，吼、哦，高雄同款，你嘛袂记的呢？啊，韩国如果要伫高雄捞一滴干，安尼要来，欸吴敦义嘛不是高雄人，贾中庭嘛不是高雄人，陈菊嘛不是高雄人，我搁甲你讲，陈其迈嘛不是高雄人，吼、哦，伊六甲人，阮台南六甲人，去到遐人高雄人，互你甲你听说，这里啦，伫基山啦，有人讲看到因老爸，我讲过，杨有鬼路之温。阿幼反驳之意，天下无不是的爸母，哪有迄个候选人讲叫老爸唔忙来徛台？有人看到，你太会你讲。有人，我当时当天来讲叫因爸爸袂使来，哦，唔敢讲这。后来，有人看到因爸爸伫现场，就到旗山那一场造势会场。后来，啊有变装无？后来，这就是。因爸爸、哦、最后留在舞台上的相片，啊，我伫只公开讲，唔好安尼，选举唔好选到参即个传统的礼教，人讲人若无友好，爸母就对啦吼、哦，一个人若无对的是大人，若无友好啦，即、這个囡仔若是不好啊，都无值得咱做朋友啦，即做人处事拢共款，人讲哦，一顶人。就是忠臣孝子，那咱两件事就是读书甲经典，这是咱的不听强在咧教囝是谁，就是安尼啊。那有迄个讲对老爸安尼，所以今嘛大家来倒吹，倒吹吼，麦爸爸，吹到呢，我送十块鸡排，应该第二场做谁，伊有哪会去？因为伊太关心了，啊，就大家吹到相片翕来，哦，来抱起来我的 FB， 啊，我一个人送你十块鸡排。唔好安尼啦，唔好选举选到掺感情都无伊，唔好选举选到掺台湾勒索都无伊啦。你才唔通安尼啦，唔通选举选到足无人性。陈其迈的父亲，伊有啥物代志？迄是因父亲的代志。陈其迈一生从事政治，到即阵对于在学
学问一直教伊五林的林伟当时学问你跟我教，你每一项，一当时学问啦。啊，你对单机麦根本无清楚。无啦，是当时学问啦。你去看伊的 FV， 看伊的参谋的过程。啊，我要跟你讲，那遐学问的人出来甲讲就甲笑啊。我跟你讲，是当时学问啦。单机麦个人对政治甲对高扬道理的深入，是当时学问啦。这大家拢会当去查。伊啊，配合的时阵，你到底跟我讲啊？伊怀疑你唔通去糟蹋。什么伊怀疑？你唔通为着糟蹋，甲人厝的人弄坏。参韩国如因某，参韩国如因兜，人咧做啥？人咧起学校，人咧重视教育。什么人？人我一句嘛无讲。哦，你无讲哦，那你无讲，我甲你肯定。那细个囡仔，那这点分寸做了袂歹。啊，咱是甲你大家提醒一下。啊，阮党的嘛无讲。你规个顶路无？啊，你唔去？我甲你讲啊，照你一句话嘛，吼，对不对？去网络看卖啊，看恁是安那讲台，啊，唔是呢？我嘛无讲伊安那呢，我敢有讲伊安那？我是讲大家倒吹，哦，爸老爸关心囝是应该，啊，变的你也看卖啊，人地中啊成立伊还在去，伊嘛较关心嘛，哦，你敢会使讲当地中啊啦？无啊，啊你讲啊韩国如来啊，得安怎样引导好？迄个贵族迄绝对安那，啊若要讲因某一间好好伫遐做就对啦，就是贵族啦。哦啊，那这搁较严重。那这是严重百倍，啊！谁那叫伊忙出啊？因为大家高雄人会惊嘛、担心嘛。谁那单局自头到尾都要停单机麦？谁那一定要有老细翁选？我嘛甲你报告，今仔日老细翁选韩流加袂起来，我坦白甲你讲，你去高雄问民进党遐参选人，问民进党遐议员，看伊是毋是即款的看法，我真清楚嘛。啊，所以今仔这造势，大家咧评论嘛，哦。靠讲啊啦，啊选选甲参加你老爸老母都免认就对啦，安尼也唔免上选啦。我感觉选安尼也无意思啦，选久选甲大家怎啊无人性、无感情嘛无意思啊。蔡议员，共批评人的家庭吼，这本身这唔通为着选举安尼，选举四年一届啦吼，啊咱为人处事一世人啦，因爸爸如果有啥物好的、歹的，这人因爸爸的代志。啊，甲单机麦一点啊都无关的，单机麦个人是不是好主？这相信唔捌你的人真清楚。这我肯定你的论点吗？大作为，伊对伊爸爸，伊真真真好多。你伫只安尼讲的，你讲韩国瑜这国民党这个威权的家庭出来，这若够做了，别再强国再起吼，我袂使。哎，我当时讲单机麦是啥物家庭出来？哈，我当时讲的是哦。充分的，那你现在批评我接受，你是临时抱佛脚。是讲批评我接受，我头几回我拢安尼讲。啊，我南部人感觉伊准备有够啊，伊带予南部人，尤其这个趁这个老汉、赤脚老汉、这个摊贩、这个农渔民，大家感觉伊带予阮一趴明灯的五万，照射明灯救活人呐。是啊，我就讲伊都韩国瑜伫个演讲场哦，敢那迄宗教啊。敢那布道大会，哈！我看到伊，哦，人安尼甲讲，恁国都爱叫两三个啊剃光头去，甲阮叫人讲，敢那迄师傅出场有无？哦，敢那妙禅的啦，这是热情，这比喻不恰当，这比喻不恰当，冷静一点点。冷静啊，迄条狗不高啊，好来，鱼啊生水吼，笑眯眯啊，如今中代煞白收尸啊，哦，九里江色来害伊。找无阿哥呢，结连理。你看，参院啊都有恁开啊着，较早团团圆圆，安尼欢欢喜喜，哦，啊来生一个圆啊。结果这圆啊，今嘛多好吼，长大汉爱乱来的时阵啊，啊你看恁今仔日为着九里共识。哦，莫讲找无翁啊，参恋来的对象都无。哦，有初恋呢。啊，所以这是。作战的，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园哦，只要有一只猫熊在啊，迄个动物园哦，就是人潮不断。为什么？全世界的囡仔，你情同处理，力同处心嘛。所有你的囡仔就对了吼。那看到迄猫熊，你敢看迄、那个填充的迄个娃娃有无？
布车的迄个布娃娃迄，那是一只鸟熊，比熊赞卡卖较好卖。你去亚旗亚个看卖啊，鸟熊的迄个的造型，比其他的迄个动物的造型拢较好卖。为啥物？囡仔看到伊可爱，哦，这款的是无政治的，而且大陆伊毋是对台湾安尼，全世界各国的外交，伊就是鸟熊的外交啊。古早用乒乓的外交啊，这是人的优势嘛。所以今仔日是安那，九二共识，你创甲参大人袂当见面，参鸟熊也袂当见面，要甲大家七甲八笑，这叫做得意。这你主动提出了得意啊，这对台湾无帮忙。文山林伫遮早都讲过哦，三万都甲你讲万三，恁就要讲三万哦，泡茶万、骂茶万、兄茶万。但好准三万啦吼，变三千，啊你唔是到费一支大机诶，所以当机时我就讲，迄场即个暗会十四呢是行政动员嘛，行政动员就举牌啊嘛吼，啊社区嘛、里长嘛、农会嘛，这是互单局民主，所以单局讲话的时阵，场面阿阁真水嘛，到后壁基迈啊甲蔡总统咧讲话的时阵。就大家卡底抹火油就酸啊，摆啊压个第三车啊出去，安尼三十五个，第六车出去又个三十五个，安尼一个一直溜溜溜溜到下底，惨的机啊拢甲你等伫涂骹。迄你也想讲，卡叔你是候选人，那阵我的群众来支持我，啊我咧演讲的时阵怎啊白走，啊机啊甲我等等涂骹，我一定流目屎的。我就知影讲啊，人民的心已经无伫我遮，人在遮赢，心在汗，所以这场。你甲吵架呢？迄叫做行政动员，迄就是单局已经无法度，人咧讲你拢无共互选嘛。啊，你局势啊，一个去台北，你甲单机麦放讲嘛。后来放讲了后，你看麦啊，单机麦呛声哦。我若落选，台湾有人会真惨哦。吼，伊落选，啊，你落选台湾谁那会真惨？哦，伊的意思咧，甲过去做市长过只的人恐吓啦。我若落选人的，你来清算啦！哎，高雄人得爱人清算看卖啊！是安那，阮的负债三千亿，十栋来给阮开一条三千亿的屋算以外，搁再负债三千亿，清算看卖啊，袂歹啊！所以当期卖放生的时阵，其实含局势啊，已经是我甲你讲无变面尔啦。所以这场后壁的游行，照你讲，咱的选举是一鼓作气嘛，吼、哦，起来了后。爱搁赚了嘛，因为剩三十日尔嘛，所以这场照你讲是爱动员五万人，但是无行政动员你到底哇，小峰三千，好啦，卖讲三千啦，甲你讲五千啦，哦，五千好唔好？三万变五千，啊，你看这就是流尾去嘛，迄叫做衰尾去啊，啊衰尾去，群众就愈不爱听你，你民调会愈来愈惨，气势会愈来愈歹，一拔溜溜去。啊，这就惨嘛！伫南部人就是安那，爱迄个汗嘛，所以韩国的是安那，迄一日去到屏东，翕翕，嘿嘿叫拜六，我伫家庭是一个小渔村的，就迄个电动员，迄一日来遮，转去，伊讲阿龙介龙阿兄你来一个，我等下去，我演讲了，搁伫遐等因伫码头转来就对了，搭伫码头遐，互人握手安尼握一点钟过五分，迟到七十五分呐！你讲你哦？韩国如何？啊，我生气啊！我就伫现场演讲，了后我甲看了着，哎、欸，啊，现场遐气势无同呢，干那台中啊，包车台中哦，嘉义啊，阁有人甲我，哎、欸，龙介兄，我会当转互你呢。我讲遮高雄呢，你会当转互我？无啦，我北区来的，我台南来的。因等于讲韩国如伫遐就对啦，我看四五百了伊啊，外口遐个人。差不多三四百的，平均即马韩国瑜啊，伫南台湾，伊不管去倒一场，即阵人有三四百的，就固定咧对伊，固定咧对伊。迄下晡四点外刷，六点半我去拼咧屏东朱凤江，韩国瑜伊也讲，伊要去徛台，敢若徛台啦吼，嘿嘿叫到我入去就对，我唔是我咧怎的，敢若我伫遐，我行就行十二分啦。我哦，你不是讲爱二十分？无，我一个人啦，因为迄毋是我的场嘛，迄人屏东的场，啊人头前化工龙介先的来，因当作韩国如来，无要紧啦，无鱼虾嘛好咯。龙介来安尼，我家己一个安尼行十二分，
十二分。即马我去哩，我先演讲哦。我讲了，因拜拜韩国瑜杯候选人，拜拜拜了，伫妈祖经拜了，出来开始行，我就甲扎啦。因为咱咧观察选情是安尼看，迄个爱情的热度就对了吼。安尼因行都行十七八分啦，因进场行十七八分，较行来到舞台前，安尼两边就对了，现场椅啊摆六千八百了。即个规条朱凤江的头前的两边的路甲顶啊卡拢。别别往就对了，磕就准，就亲像乌鱼的杠安尼，好贵的乌鱼安尼磕磕磕，你甲想看迄款的热度就对了，你无啊度通去想啦，迄干那边仔的群众，咱安尼轻轻啊喊两声，大家嘿嘿叫，甲看到韩国的礼拜啦吼，迄偌济人拢外埔头来的，两个场的热度，照你讲单机麦，你若是画家讲有迄个三万人啊吼，应该这场上门嘛爱一万，因为一万起来就。足好看，一万你就当蹦两万五啊嘛，对不对？哦，啊你无啊，结果三千人哥甲你讲五千，甲你添两千呢，佮添两千是甲你添油香呢，唔爱互你上歹看呢。嘿啦。哦，啊所以这就是气势，哦一来一往看会出来，但是当然民进党伊即马就亲像土地公也唔惊风雨吹啦，对不对？老神在在啊，嘿，我那个赢八九万的，赢十万的，我甲你讲，唔免上万啦，即场嘞。坦白讲，即马就是 PK 啊啦，即马已经五分天特，吼！啊，恁讲啊，迄无效啦，韩国瑜拢空军啦，啊，阮这有陆军啦。我来讲，你的陆军会比四年前国民党伫台北市的陆军较强吗？是安那？四年前国民党的陆军伫遐会去用科比的空军拍甲溃不成军啦，对不对？同款的意思嘛，选民要换嘛，想要变嘛，你伫高雄做二三十年，佮负债遐尔济。人嘛想要让人是你把清算看嘛，所以当机嘛是已经意识到啊，伊知影。我若落选，有人会真惨，真正有人会真惨。啊，高雄人就是咩啊，小胜我清楚，优公优秀，大家小爱胜我清楚。哦，贾中廷到单局，恁安尼二三十年，到底搞阮做啥物货？遐小做我清楚啦，是安怎高雄这运哦，包括分六期，当机时虽然最后判无罪。开的钱开伫倒，当然高雄人嘛希望水落石出啊，所以两边的气势吼已经是高下立判。当然澳博有十八招啦，我先甲恁讲两招。第一招就是即个白布尼加乌嘛，所以对候选人开始甲你抹乌扭曲，就亲像五吨鱼的录音带伫高雄发生嘛。第二招就是李麻换太子嘛。哦，李麻换太子就是讲，啊，黄俊英买票抓到啊，事实就是黄俊英，恁的人做手的嘛，所以单机嘛出来开嘛，啊，边个有十六招的，能力较甲恁讲，这里到底，已经讲啊，开始，我三十公里啊，开始呢，韩国瑜外省的，我讲一个外围情，因是较怕伊外省，嗯，所以知影讲反弹，选民反弹，即马无人咧含你讲本身外省的，你咧挑拢族群，所以即马真巧，哦，韩国瑜的网络。真侪是境外的，第一你讲境外的，第二你甲你讲大陆的，第三你就变中国的，啊来啊中国的来，讲伊是支持伊的，拢是军公教的，拢是贯穿的，那这就是咧做连接的，连接了后，最后也是拍通毒，然后伊的游行哦开始等下拍通毒过基本盘，最后韩国瑜就是外省人，用安尼咧操作，即马感觉会当互你安尼操作。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当然伊唔是讲伊一定咧带啥物方向，伊安尼分析毛利，就是讲因真有信心嘛，老神在在，单局的票九十几万吼，到上摆八十二万几，退起来，那安尼赌赌七口八口，互你浪费变九万吼，所以加加减减，应该还够八十一万几，这是伊的算法，算八十一万几，那安尼还债单机嘛会当算嘛，安尼算是较乐观啦，嘛无要紧啦。其实单机麦命运甲姚文迪同款，两个已经就是跟民进党白做伙，所以蔡英文上好你唔能够来徛台，姚文迪互你徛五摆就对了。我讲伊就够惨嘛啦，伊个歹势甲你拒绝啦，对不对？啊，你倒来甲徛五摆，伊倒一摆落一两趴，五摆就落八九趴呢。啊，单机麦你也看，你即马来陪单机麦是心肝内唔爱讲啊，哦，伊也拜托个局者，你敢唔敢讲叫伊麦来？上好恁两个拢麦来。这是真明显啊！罗生德去单机麦，可能还佫加减有甜瓜油香啊，会爬起来啊，还佫淡薄有效啊。
哦，但是啦，伫网络罗清德即块落去是无效，是完全无效。所以你茫看呢，像我昨安尼本来为了这车祸，我昨本来竞选总部成立，韩国瑜要来，你阿唔知啊？昨无办了对，我服务处头是偌济少年仔，怎么没有了对啦？你现在改哪一天啦？赶快公布一下。我改后礼拜啦，下一礼拜，后礼拜 AM 哦，我那赶快七点啦。哦，我讲，哎，你自己的厂子，你走进去要多久？上少的三十分，三十分。遐个人是要来支持我，所以因一定要给我握手，因为我每一摆选举就是安尼嘛。如果我参我家己最支持的人来，啊，你同我行下就挖下过，当作无熟悉，安尼我就一定落选的啊。所以咱咧看迄一日单机麦的进场，迄是足敏感的，民进党的场从来唔捌安尼冷机机的。迄个是标准行政动员来的，所以行政动员就是讲单局，伊讲我已经甲你动员了，我也有做啊。所以萧汉准是安那来讲，即摆我要挺韩国瑜，搁单局来也无路用啊。伊就是公开咧甲单局会歹势啊，局长啊，你唔忙来找我啊。哦，即摆我农会啊，农会你唔忙看一只会员八九万呢，伊个有扩散的效应嘛，所以伫。原的高雄官，因你伫认为讲韩国瑜拍袂落，即拢误判嘛。因为韩国瑜伫北龙，你嘛知影北龙食上侪拢阮南部的农产品嘛，果子嘛，蔬菜嘛。所以北龙其实做总经理呐，会晓做，是会当甲中南部的农民、果农、菜农建立真好的关系。因为阮是恁最大的市场，阮所种的蔬菜果子，就是恁咧甲阮卖嘛。讲单机嘛是目睭金金，人相中。就表示你，你搁今仔予单机麦来关掉只上三摆，也无法度。你就是对骄傲的嘛，无意义啊！哦，所以这已经是韩国瑜的韩流，伫高雄呢，已经烧甲四面全火。啊，这四面全火，当然民进党伊毋是毋知影，伊真知影，单机麦嘛知影，迄个应变无法度，乱棍拍死老师傅嘛。陈其迈开始拍公平正义，一直开始要对韩国瑜的经济议题的时阵，各位你甲想看卖啊？真侪人讲啊，卖菜的靠有啥物呢？阮高雄县执政要到三十年，只要只农会吼，只大家动员落去，单局落去画画咧，干那高雄县就要韩国瑜输到摊卖啊！卖讲啊，我甲你讲，北农做总经理的时阵。屏东、高雄、台南、分林，所有这菜农、果农，大家生产的农产品，第一期待就是快速时间，夜车去哩进入北农的拍卖场。所以过去几冬，北农安那照顾南台湾的这果农，韩国瑜伫这地跟因建立什么款的关系，民进党无可能唔知啊。那么今仔这个现象就是讲，伫网络上，当然有出咱的意料来讲。相对的高峰了，再者高峰了，伫过去这三个月所拍起来的，到昨昏就得到一个新的印证。为什么安尼讲？多数的少年人，因感受着讲，我北漂十外冬、八冬、九冬，我今仔若无做一个新的决定，我爱阁继续漂二十冬也无得卡个。所以政治人物因的观察，唔是讲你啥物当政党啥物色彩呢？就是讲，这政治人物啦吼，白贼无讲侪啊，讲少啦。啊，包括因啊对咱的看法啦，这政治人物拢咧讲白贼，即个讲较侪，讲较少安尼尔，无迄落无讲白贼嘞。哎，柯P伫当机时的洪感觉讲，伊个性较无咧讲白贼，就是讲伊会闪闪啊，我无爱甲你讲唔对的，哦，我咧闪。韩国瑜今仔就互人感受着讲，伊足白的，我面对问题，我无爱骗你。有法度跟无法度，我会当讲，所以伊去有真侪人甲攻击，那伊讲的未通啦，伫高雄才会通的，会通未通，无输赢就唔知影。所以人市民感受到就是讲，韩国的今仔来到台，来到高雄，伊面对问题，提出问题，伊要做的，除非你推翻我嘛，伊也无讲要矫正，你白白无干你搞，伊就是要做矫正，你用这甲推了，爱敢真正要做矫正，无啊。所以反倒转来去伤着单机麦，嗯诶，啊你啥物咧矫正？一个查囡仔，一个少年家，若去矫正，你还无过瘾？吼，你敢要让你的囝、后生、新妇去食迄个头路？我甲你讲啊，迄毋是下贱的职业呢？
有下贱的人，无下贱的职业呢？所以人即马开始高扬讨论啦。嗯，啊，恁老爸去教场考察，恁老爸伫教场咧播的时阵，敢唔知影恁老爸发小费偌大方？对方的这个分牌啊的吼，低能会当收偌济？这不对不对？哎，这恁老爸拢去考察过啊，所以这个议题烧韩国路烧袂得哇。会说个小邓个单机卖先固定，我跟你讲啊，你来阮台南，卖问高雄人，问台南人讲，即马单机卖含韩国路的民调安怎？无一个无跟你讲五分天特的，所以这个已经回不去了啦，回不去了啦，我无骗你啦，单机卖准安那做啦，伊所做的都已经行到四年前伫台北市国民党一条路，从韩国路今仔个气势出来。你等下看，今仔日安尼出来对，门啊才开始伊的形成的改变，但伊唔是去改变伊的本质，伊开始用伊的本质，即卖包括议员的选举也好，县市长的选举也好，像那遮尼侪人期待韩国瑜来甲徛台，好、哦，为什么大家期待？伫这个直播还未播进前哦，大家是期待韩国瑜来徛台，为什么？因为韩国瑜会去哦化解一个。传统的政治人物在选民的心目中的传统印象，我若是成立，伊若要搞徛台，咱嘛讲，梁家你本来就唔是传统的政治人物，你卡着阁叫韩国瑜来，但是伫你的网友，你的 FB 内底所有的网友就讲，你若请你唔是堪伊袂歹，你请伊来啦，阮特别堪伊翕相，你看，参阮台南的少年家就希望伊来哦翕一张相片，安尼你看，这小度感无够。所以不是10%啦，我坦白讲啊，民进党是家己暗时啊咧行路分比啊尔啦，因两个相差早就伫5%来啊，足早就伫5%来啊。民进党若无个处理，伊是而且是单机麦唔捌叫起来哦，单机麦民调是一直咧落，韩机麦诶韩国瑜是不断咧上升哦，这是一点咧可贵，所以对方啊要翻盘真困难。我怀疑，哥都怀疑了哈。因为啊，恁放这个消息是做策划了策的。去年恁在初选的时阵，一礼拜的中间，黄伟哲的按赞数加15,000个，哈，加15,000个，就是啊，开钱透过幽灵的网络公司啊，啊，这幽灵的账号，你来按赞嘛。按赞不是公斤的，你看阮咧经营，阮要经营10,000个要偌久，你敢知？吼、嗯，阮安尼对零即两到120,000，迄是偌久的时间啊，一直累积。结果黄伟哲伫一夜之间哦，网友甲吐槽，迄是去年的9月10日啦吼。一夜之间伫埃及吼，加15,000个，埃及的甲按赞的拢总10,417个啊！啊，这个印度呢有1,444个，台湾本岛咱内底吼，台湾可以有55,773，啊，本来都唔知影雄雄一礼拜加15,000，迄足影响的，因为你无啥物大新闻。赖清德，看我哦，伊去年9月初5安尼起来，我喺那迄两礼拜就对了，加差不多20,000哦，迄个不断的报，所以有安尼成长。阿伯来了，一礼拜要摕1,000就足困难啦。所以伊安尼出来，这就是开钱。我来讲买一个赞偌济，你敢知啊？一个赞几元？你敢知？30块。一个赞30块。一个赞30块啊！啊，哦、这较有较贵无？不，无，阿姨免那些，免坐飞机啦，死死的，你还免坐飞机。所以因当机时，你看，甲公布出来，黄伟哲的电影都销风雨啊嘛。哦，因为你唔免。你免刻意去做这個嘛，啊，因为迄阵咧初选，迄嘛是因的电影的同志甲贴的嘛。即回啥呐？你雄雄有人去甲你按赞，变作是甲你攻击的，那是安尼呢？按赞是你啊，足欢喜，讲哦，雄雄加几千个来，吼、哦，你的粉丝加偌济出来，安尼是咧欢喜，甲对，开始变作在变作攻击。莫非韩国瑜的聪明绝顶有到这个程度，讲先去甲你替你买？买甲你灌50,000-80,000落了后，他甲你指控讲，你这拢境外幽灵，后壁还佫有一手吗？哦，我想一个正牌的人，伊就袂去做这个代志。所以恁今仔日反人倒后，这甚物？伫埃及、土耳其、甲印度这入来甲你施战的人，是阮发动要来甲你攻击的，这是完全讲袂通嘛。韩国瑜
因为我为着车祸，我竞选总部成立暗会同我停止了，顶礼拜无本来就要试看，万安那去到遐会变什么款嘛？即马演一礼拜，演一礼拜咯，韩国瑜、万安呐、王义民，哦，压力好大、啊。因原班的林妈要过来，小钢管啊，伫我的服务处头前，拜下暗六点四十五分。大家来试看蒋万安，敢真正跟韩国瑜的差哈济？无影，不是？伊顶届我，伊顶届捌去甲我徛一台啊。哦。我咧选董事会的时阵，伊去甲我徛一台，我讲，迄小姐后巴上看到伊拢忙伊。啊，你即个铁马表。干那要跟伊翕相，唔跟我翕相啊？你敢看我六万六贵？啊，玉米爱行偌久？哦。我做对，我做对，我做对。这就是。双股的热度，咱咧看到亲像爱情的热度，男女朋友迄个热度啊。迄女的，我落含去屏东，我来讲的屏东迄韩国瑜立委，含迄林协祥，屏东县长啊吼，候选人成立啦，五千几个，因为无叫韩国的嘛。市长啦，迄个市长较少嘛。屏东市啊，屏东市长。林协祥叫韩国瑜，伊也排六千八百了，现场钱入来万一二啦。边啊的顶啊卡拢塌个甜甜甜啊，迄是无法度去想的。啊，苏清泉迄天馆长候选人冇去啊，伊就惊我。谁在选线？谁在选？谁在选啊？韩国瑜来徛台，我甲伊讲，迄毋是，迄真正会笑。我落来讲过，迄款的气氛的早期二十几当前，大诺因咧选迄款的，迄款的气氛较有。即二十当来说，顶多哩民进党无看，对阿扁的以外，来都无看到这嘛。哦，来到马英九这个现象，个最近就是韩国瑜出现这款现象，迄款的道理要讲作假，你讲啊网友咧甲喊的，唔是安尼，喊的阮袂当看无。那正讲用网络喊的，咱咧观察基层的选举，哪有迄个看无的？吼，啊伊唔是伫高雄吗？屏东、台南、嘉义、云林，你甲看嘛，去到倒一场，倒一场咧，去到宜兰，你甲看嘛呀？迄个候选人咧讲话。韩国瑜徛伫倒手边，说候选人的干部一个一个去看伊轮流看伊翕相，候选人的看，啊你看电视坐出来，等电视坐出来阵，候选人啊，伊没登去厝看电视了，看我家己拢学韩国语了。十二月二五就职啦吼，第一到明年的五月是高雄，袂当看到韩国瑜讲的大家趁钱，还是无可能五个月无，啊三月就提名。伊只要起心动念啦，高雄人是一定甲你测甲死测的，迄唔免烦恼。啊，就表示你咧含我算，这代志无可能会发生啦。哦，伊嘛唔敢安尼做，因为伊落去就是含只龙溪民搏战的。我要解决啥物问题？啥问题？伊咧讲的这问题，拢唔是伫这四个月来会当做甲升级出来的。所以这点几率真少，准做高雄人当。高雄人无迄个讲，我甲二十几年的好朋友，但起码你甲看卖啊，伊输唔是输介济，但是伊迄个败选的演说了后，予高雄人感觉讲，哎，这个囡仔阁无介歹。啊，卡输即马即个反差呐出来，韩国瑜即马呐是做即个动作啊，赢得水果上的单机卖啊，啊，迄个就对韩国瑜的大大失望，这代志未发生啦。但总统。这个候选人的吴敦义，坦白讲，这摆最大的功劳就是伊啊，唔免怀疑啊，什么人赢几票都有什么功劳无？伊就是党主席，你哪个记得袂？这节目，因长唔坐伫遮，你甲问，因长唔讲，那是吴敦义三顾茅庐来阮家讲甲好，啊无高阳迄都阮输的，你叫阮偷门气话，啊伊唔知讲伊都无偷门靠要紧吼。伊讲伊偷门四位唔敢去嘛，所以主席去因厝讲三摆，最后讲甲感动流目屎。韩国瑜因某、韩国瑜甲因丈母，等于全家伙啊拢同意，安尼韩国瑜唔敢会当无后顾之忧来高雄拼，是安尼同意了。这段中间若无你甲访问嘛，拢无人讲出来啊。所以到甲后壁，伊当选了后，吴敦义也无讲，这拢我的功劳。但事实就是董主席伊在争什么功劳？这问题就是讲，是安那靠有这一拍的工课，所以才会怎伊讲？哦，我是董主席，但是未必然是选二空的什么人嘛？伊也未想到这个问题嘛？国民党内底对这個候选人哦，
是安尼啦，各有评论啦，有诶爱食假细腻啊，吼，啊有诶是淡薄小下体啦，吼，啊有诶是点点食三碗公半，所以像马英九讲诶，马总统头到尾也无讲伊要选啦。哦，嗯，啊是边啊，大家讲，阿姨落来啊，落来即马，落来南部去到倒拢嘿嘿叫啊，大家对伊拢袂歹啊，啊对伊袂歹，就表示伊要选吗？应该不至于吼。领袖吼，有当时也是爱主人三心的。啊，有人讲朱立伦有机会哦，哦，伊面条看起来较悬哦。你边啊那边？吼，啊有机会对啊，你还袂讲的啊，啊若无。无换住靠，早就有机会啊，对不对？你换阿条阿的代志，到阵小阿袂含你算嘞，嘛有人安尼讲啊。所以自然发生，我就感觉讲，新的局打摆开了，哦。不过时间已经足紧，够足久啦，够足久。因为国民党的迄个选举办法哦，是伫中常会决定的，所以中常会决定了。所以即摆阿袂决定，阿袂。买这修改进嘛，哦，你讲用全民调，那全民调就是照这个精神，可能主办人的主办人率先淘汰，对不？啊，那无全民调，哎，新德官就是因为无全民调啊，心系多些，所以新德官才会当退倒来啊。那呢，国民党是不是有需要去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啊，若改变了，中常会做了了后，外界会安那看国民党？好、哦，你是要跟牛心顶着亲像新竹安尼，或者是为着要赢，吴敦义算较会赢，所以恁才来改。我感觉这已经是无法度去说服大众的人，讲国民党来改变游戏的规则。所以即马有人咧串联讲，中生代的爱起来革命嘛。我认为你要用啥革命？一个元帅老将军带队，一个老军长带恁出去，啊，拍赢回来，啊，恁讲要甲改革？这伫道理上嘛讲袂过啊，对，看起来伊是较济岁，哦，但是规场的规科就拢伊收起啊，啊，即场都伊带出来啊，安尼是安那，大家即卖，因为这就是各部门、各部队咧放消息嘛，各人拢有各人的支持者嘛，包括学界、包括民间、包括媒体嘛。大家开始在注射嘛，啦啦队各自开始在表演。大家有的在跟马英九注射嘛，有的在跟朱立伦注射，有的在跟吴敦义注射嘛。啊，敢敢那因三个尔，你蛮袂记的呢。郭台铭昨早就讲，伊是对中华民国是一个做有责任的一个企业家呢。欸、郭台铭还跟韩国瑜通了三个小时的电话。哦，啊，起心动念已经遐久有啊，一通电话讲三点钟啊。我也是觉得韩国瑜是不是因为这样子重感冒？所以是不是？国民党在这个时阵要符合这四十岁以下，这些投票人呐，吼，这些新世代的这些人民，伊要安那看国民党这三个人，包括国民党引进外部的人才入来，国民党内部的结果，其实国民党的权力结果已经在改变了。我跟你讲，像阮做主委，我是直选的，今仔唔是讲我直选的主席讲，我就唔听，唔是安尼，我有任记者，第二。薪水我来还啦，哦，你敢讲我偌可怜？中央党部一单还百二万尔，发两个人，阮有二十七个人，伊发两个人的薪水，剩下25个自己找。剩下我来家己去经营，啊，所以若要继续安尼经营，包死的嘛。所以权力的结果，国民党本身结果咧，应该是利用这个时阵来讲，即摆选了。可是龙姐，我抱歉了，民进党。人数比你还少，而且一直都这样。对，所以我唔好讲，都要利用这摆酸料，国民党这个结果爱改掉、嗯。不是，就是你原来那个就是正常的政党应该运作的模式。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爱袂当，因为国民党已经无亲像较早钱济那老白，一当过来又啊，凊彩淡嘛，拢薪水拢伊咧换嘛。所以地方既然采取民选，中央党主席来选的时阵。这个时阵，就要利用这个县市长、这个主席，大家进入中常会，大家对党的结果、权力的结果，包括游戏的规则，这个时阵大家坦白讲啊，免等妈一电话砍过来，白差等妈你派伊去谈，伊派伊来谈，谈来谈去，谈到社会乱糟糟。实在讲，因三个拢真可爱啦，吼、哦，而且创了到底吼，大家拢。
这个是点点吃三碗公婆了，吃点点吃三碗公婆，爱吃鸡翅。哎呀，爸爸，啊，但对伊拢做无公平嘛？是啊，我一直甲主席讲，人甲你讲白差异啊，实在是对伊做无公平，你敢知？哦，你遮优秀，啊，结果高阳、王玉芬为着一个副市长，安尼甲你抹乌牛壳，你家己无要甲这张票啊摕起来，对你就是吃亏啊，对你来讲就是吃亏啊。所以我认为，现在去烦恼这些都不用，毕竟外部的力量是对国民党现主席或者主席大家坐下来讨论了，靠一个新的定论，因拢是新的权力的核心部分嘛。所以这一些新的政治明星应该全部通通进入党中央的权力结构，大家一起讨论，好吧？通通把天下打下来，打下天下人才有资格讲话。大家坐在同一个桌上，讨论出怎么样子产生一个人民会接受、会喜欢的候选人。刚才文茜讲到说，民进党党中央可能对于这种政治选举的讯息比较敏感，他很快就要重组他的团队来处理这件事情了。那国民党有机会跟上这样的脚步吗？他说民进党比较快，你觉得国民党可以追上吗？民进党对民意的反应的较快速啊，伊咧偏微嘛较紧啊，所以政策的调整的速度嘛比国民党较紧。小这回偌清德过位时，这变鬼变怪，我来讲看伊吼。啊，西南一个啊，我辞职，爱加无伊辞职嘛，蔡英文嘛加无伊甲留，爱怎真正答应？所以这个做山开做啊呢，就有够歹看。清德兄，我讲唔好变变，这有诶无诶？好，你输就输啊！啥物人民对政府执政无满意，所以我正式甲总统提出辞职。啊，总统想讲啊，你向向怎啊一通电话卡来口头辞职？我总是爱甲你留者，叫你来坐坐。鸡仔甲你留，你怎啊真正答应好？啊，你看咧，单局哥甲心急，二度未留哎，哎呀，好像有谈两次哎。单局哥甲心急，讲已经咧宽办公室啊，而且都说退休两个字哦，一箱一箱，决心要转来高雄生活，安尼结果还是阁留落来。靠安尼咧，恁是咧搬倒一村咧，即马是像咧赢，还是输拢看拢无？单局就是去年局长也起来接秘书长，咱讲白就是有风，蔡英文也是败选辞职的时阵，要顶起来做党主席，挺硬硬的。所以赖清德要直攻大位，昨早咱嘛讲，我含你看下，无可能。伊含蔡英文是歹甲死者，讲较歹听，门市办倒袂好势啊。哦，啊，伊硬要爱，伊硬唔好伊，即马是新潮流行，底下变鬼变怪嘛。所以清德啊，最后伊就是真正爱的，就是行政院长继续做啊。啊，伊部部的局是因为局长啊，伊斗袂过嘛。所以局长啊，原本遐个人伊无法度去顶担嘛，无伊安插偌济处长，台南市政府叫偌济起来，台南市政府叫13个，高雄市政府拢总叫17个。这个行政院较有能力，通去继续换咱国家的大事咧。哦，都拢台南甲高雄遐局处长起来的啦。咱中华民国就是即马这两个管区的人。落一阵雨有7000空哦，高雄5000空，台南2000空，一定人即马伫咱的行政院啊。啊，人来讲，啊，你来看，啊，你2000，台北市了3000空，2000，哎，人数不止7哦，应该是到3了。哦，所以因这个看国民党，国民党嘛赶快了，因为拜六选了，吼，礼拜检讨，今仔拜对两党来讲就是开新局啊，两党拢开新局啊。啊，这个新局就是民进党可能较大名大放，大家讲我好势，派系也会使讲，大家拢讲，讲好就定伊啊。这因的优点，国民党是啥？大家拢卖讲，啊，拢私底下等于讲。哦，这个是国民党的缺点。所以，吴主席是不是伫这個、坦白讲，我一直啊讲，一定于一尊嘛。你功劳上大，大赢，你落去选市长啦，无人要插你啦。你找无一个主任委员，你来拜托我谅解啊！我讲好了，我答应你。最后你当选啦，这条功劳是不是算我的？我甲你欢的嘛。所以伊做党主席，这条归功就是伊。但是伊做归功收功了后，伊要安那甲这主席，包括下任的，包括这历任的主席、副主席，你要安那去整理一条国民党的新局，卖去歹戏拖白。你歹戏来搞拖白就对了。到尾啊，民进党已经整理好啦，脚步行出去啊。国民党就搁予人民上缴啊！我无骗你，即款反头等下你看，
哦，即摆赢，小可赢，就会翘脚、举脚啦，哈，卖肥假喘，卖成好嘢，就结好啦，有钱人看啦，哦，安尼安尼啊。肥记的记，这次是选举被查禁的字哦。嗯。哦，不，一个未肥，啊，所以阿未肥，未生哩，阿未大块，假喘，假喘，假喘啦，开玩笑，未肥，假喘，开玩笑，没钱就结好也难看。他从现场帮我们观察了今天的香肠摊生意好不好？时间交给谢龙介。好的，我们就要继续走，可以看到台湾的新品种哦，这是迄个祖秘的番麦啦哦，祖秘食起来哦会 Q 啊。哇，我吃了。伊个 Q， 还佫香，伊这有甲你烧盐哦。一包五针哈，大家香中一个哈，哦。五针哦。你是我偶像哎。包五针。我要甲你讲话呢，你做到讲话呢。好。来一包请你。我做英雄呢。你香请你。来来来来来，五针。议员推销哦，让现场民众都掏腰包。玉米的小环妹哦，大锅炸了！现在当起了这个喊的这个摊贩老板了。民主的环妹，等一下呢，要带着议员再往这个前面有香肠，前面有香肠。我们现在最能看到的，走来，偶像偶像。我现在一边逛夜市呢，一边呢就是好多好多热情的民众呢都在找议员在合照。我们刚刚差点进不来，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夜市的头而已哦，我们还没有真的逛到很后面哦。我们现在待会要带着议员再继续过来。哇，还有呢，议员各位都算，我用那个韩国的泡菜加尾鱼，韩国鱼，这几家鱼也胖。所以哎，泡菜我自己做的，你内底包尾鱼，尾鱼加我自己做的泡菜，你一只卖偌济？一只三十。三针哈，内底去包围伊，吐露呢？安尼伊无在何呢？我鉴定看卖啊，啊！韩国的泡菜，佮包围鱼叫做韩国鱼，你有够好笑！你变面咧，变在上面出头咧！好食啦！啊，有啦！尾鱼嘛，尾鱼加一人，泡菜就上来。有啦有啦有啦，你找我啊，请我啊，好买啊！好吃，好吃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头好吃，你的胖丢去！大哥，我背啊，哥办法啦！今天准备几个这样面包来卖啊？我们今天大概准备了200个左右，对。那我们味道大概有四种，就是巧克力、红豆、芋头跟韩国鱼面包。那么有趣的是怎么想到的？就刚刚我就是想到说，韩国语就是就想到韩国泡菜，然后还有台湾就是尾鱼，有创意啊，对对，韩国泡菜加上尾鱼，就是韩国。两个真的收礼了，收礼了，因为扯上关系。哎，谢谢议员。哎，哇，议员这样吃就吃饱了哈。哇，晚上不用吃，这样就吃饱了。龙姐姐。我好加在一只，我头啊，今日头前哦，分出一个样变布，你看下样，我懂。请引导啊，引导一下，我懂。哇，动算 ，OK， 谢谢，动算动算，胖丁姐，胖丁姐啊。你看到这边，我们最想的，这什么？赚钱啊！香肠瀑布呢？香肠太难的哦，太难的。算了，后个说，快点。这一条，这一罐拢还有十条啊！十条，一罐十条啊！哦，二十六百，好八条，十条的。它是叫做民主香肠。而且哦，叫冷冷山吼，啊口风啊，听起来较，听起来较好食。哦。而且大肠，大肠包温泉呐。大肠包温泉，南部人一定要吃那口味。对啊对啊。一定要。啊，恁八宝公他们大肠包小肠，无啦，就是大肠温泉。哎呀，老板。准备了几条？这边。嘿，这边。来，这边。哇，一人又得到一根香肠。吃台南的，台南的口味。台南的我看哈。哎，台南哦。可以，没卖呀。没卖啦。一本加蒜头。哇，要不要加蒜头？加蒜头吗？加蒜头。来呀，来呀。来，来，来，你讲话 LV。来。你要去看玩下不？哎。来，蒜头，蒜头。这样哦。民主运动就
是安尼啦，起码袂使讲民调，这叫做烟尘指数，看烟尘盘，哦，一嘴烟尘，一嘴，一嘴算好，哇，人间美味呢。你别站现场哦，安尼就爽啊！阿伯听到内底咧讲啥？我怎样？阿英大家真欢喜，这种啊！韩国瑜，斗帅！韩国瑜，斗帅！韩国瑜，斗帅！认真，斗帅！七元，你说我们这个香肠子要怎么看呢？没有，不用。什么活动还没开始啊？哈，才五点半呀。这站真正是舞台阿表，上偏僻啊！才五点半哦，伊五点半就袂安尼啊！他古到舞台头前遐吼，我四点十五礼拜就无啊啦，来不到了，遐就拢无啊。那边是比较热闹的区域，搞到伊等下上台吼，讲座吼，甲讲阿表也有，遐连面就好坐啊。只剩这边买香肠啦。啊，这叫做这烟尘指数，就是选民的热度。哦，选民的就多了，知影讲十一月二十会变，对不对？有。好，来了。高雄。好，对，目前这就是我们就之前呢一直在讲的香肠指数就是这样子哦。好，我们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棚内，我们待会呢还要继续跟着议员去逛这个民主夜市。本来是希望龙健能够在造势会场的现场帮我们观察一下今天造势会场的人气哦，从各方各面来观察。没想到龙健是从头吃到尾，他拼命在吃，都没有在帮我们仔细观察造势大会上面的人气哦。你看哦，这有带囡仔，了解，了解。咱的民主场你也观察，一般哦，无人要带囡仔出来。对啊。啊，是安那会遮济囡仔咯？伊毋是一个一堆哦，你也看麦啊，这拢囡仔咪？哎，糖果饼干。这贵拢囡仔咧买，所以是安那卖囡仔咪的，吼，卖软糖啊，吼，卖棒棒糖的，对无？这软糖啊，是安那伊要来，因为大人带足济囡仔来。所以立标就爱烧香，对不对？加减买，加减交关，民主才会发展，对不对？啊，你有买无啦？有啦，两家迄阵两家来，啊，你休想你唔得买，两家加油啊，韩国人加油，好 ，OK， 好啦，好啦，阿哥，阿算你威啦，好 ，OK 啊，放掉啦，放掉啦。那爸爸今天怎么会带小朋友来？要来支持我们高雄的韩国瑜，一定要让高雄翻转，因为我们已经闷太久了。他怕他女儿将来北漂啊，也是担心女儿北漂哈。也是多少啦？对啊，因为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下一代着想。他一般的造势场合比较不会带。我们第一次，真的第一次，很多很多孩子哦，真的第一次。对，另外长辈跟他们也都来。这我的女儿只要看到秃头就说：“爸爸，这是韩国语吗？”真的。所以人家讲一休低休啦，哦，你看到咧摆这个档，就表示讲有足侪囡仔来参加啊，是大人带囡仔来，这是咱台湾的好现象。好，这个小朋友呢，会当来到这民主会场，感受到这款家己来的，不是用游览车载来的，每一个人的热情，徛在路边，你看因的眼神，看到高雄的希望，对不对？对。看因的脚步这么轻松，对不对？对。所以支持韩国瑜，大家大赚钱，对不对？对。你也看嘛，这欢喜，大家欢喜啊，哦。都很开心。哎呀，你唔像人个。选举拢咧笑口条啊，对不对？有。啊，感谢啊。我叫杨美丽。我跟你讲哦，咱的假钞岛哦，这个诈骗集团呐、啊，也叫做香酥豆腐。啊，你就讲钞岛了啊，你就讲写香酥豆腐，对不对？有。但是咱的草呢，是草中带芳，芳中带草，这是正干，这个是正台湾的口味啊！啊，你食臭豆腐，若无配泡菜，安尼你就是外行的。泡菜正干的吼，伊会当综合臭豆腐的天然的芳味，所以这是绝配啦，正干绝配吼，这台湾味的，这不是韩国泡菜哦。这是因家己做的，这无南方富济，对不对？对。啊，不是你做，你哪会对？试看卖啊！哦，我这我
这个囡仔上来，还够麻，够麻辣哦。吃完东西要吃什么？各种味啦。对。怪叔，内任啊，个不是最炮台。艺人变成美食家了，你看艺人，你看他周一到周六都在不同地方摆，他怎么今天来这边？我讲啊，这哦，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拜一个拜两个拢有当谈呐，对不对？那你今天过来这东了，硬谈了，我跟着兔子走，哎，特别跟着兔子走。有前进，好，对了，对了，对了。没啊，没啊。嗯，准备去谈的。你今天来谈咩？哎，谈。你今天准备要谈话者？他报销啊。国税局袂敢谈啦，你放心啦。变化咪就知啦，系啦，唔敢讲偌济啊。哎，唔敢讲偌济，变化咪知啦。我跟你讲，内行的哦，伊的营业额你唔免烦恼啦吼。你看这碗就知啊。一袋五十啦，啊你阿伯搁三箱啦，更晚的啦。哦，放完啦。啊你阿伯买啊，啊你看下臭豆腐炖里啊啦，四箱啦，哦。交够，交够。这边还有。一个四箱啦，八箱啦，哦，拢共干那臭豆腐八箱啦。平常那么多吗？普通时啊，一日哦，平时啊卖两箱。哦，真的。无，哎，一日卖无两箱。我跟你讲，爱今仔赚八箱。你看这个，今仔个无纳税金啊，无纳租金。迄人上来的，伊拜袂入；上来的拜袂入，走来上我，人一拜人拜二，伊总硬硬差了。别紧啊，大家为着民主发展，今仔好谈啦，好专家啦，好唔好？